下面就是上方谷了，魏军已经来了，啊，不少啊！魏军早已拿下谷口，但他们就是不肯进入上方谷。司马懿在犹豫，他是头老狐狸，每走一步都十分小心。那我们怎么办？ 没办法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静等天意吧。不行，这里是山中腹地，我们要么进谷，要么退军，不可久留啊！急什么？我看过了，谷口地处险要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 耐心点吧，等岐山大营消息到了，我再定进退。好。报，大都督，禀大都督，魏爷引军到岐山大营，正与郭淮将军交战，两军交战，焦灼不下。岐山大营距此80多里，蜀军就是插上翅膀。 两个时辰内也到不了上方谷，父亲，下令吧。听令，全军杀入谷中，夺取蜀军粮食，焚毁蜀军营寨，随我冲！魏军进谷了，司马懿上钩了。 大都督，蜀军残兵已全部肃清，粮仓也丝毫无损。仓中有粮吗？请大都督验粮。 心思夺我军粮，现在又让我夺回来了，我就不信没了军粮如何退军。父亲，传令装车吧。装车，快装车！遵命。快快，把车拉过来，快！ 中全是火油，大都督，粮仓底下埋的全是焦炭，不好，快撤！快走呀，父亲，快走！
丞相，我看见司马懿了。丞相，你快看，快看呐！丞相，司马懿正在火海中奔逃呢。郎平封住了谷口，司马懿只能葬身火海，天也救不了。 可以平定了，中原可以平定了，大汉可以中兴了。 都往谷口方向冲！一定要冲出谷！让将士们不要冲了。父亲，儿带来的将士们全是敢死之士，待会儿火势稍弱，我们一定能冲出去。你我都明白，不可能冲出去了。知道诸葛亮最喜欢做什么吗？他这人呢？ 最喜欢摆弄算筹，他是天底下最精于运算的人呐。上方谷浇多少火油，藏多少硝炭，用多少时间，才能把上方谷焚为灰烬？此人早已算得清清楚楚了。去吧，不要让将士们再战了，让他们退下来，准许他们投降。不，父亲不能投降。去！ 不能投降，不能投降，不能投降啊！父亲，不，将士们，大都督，大都督，本都知道你们都进了力了，今日落到这步田地，都是本都的过错。现在，本都允许你们放下兵器。 走出谷口，向蜀军投降。大都督，那你呢？是大都督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是大都督，我必须殉职。大都督，我不投降，末将愿与大都督一同战死。末将也不投降，末将愿与大都督一同战死。大都督，我宁死不降。 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士兵，本都谢谢你们了。风，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风萧萧兮。 魏军不在突围了，他们在唱歌。唱什么歌？风萧萧兮易水寒。这是荆轲此情前在易水之畔所唱之歌。司马懿以此歌明志，与我蜀汉势不两立。 可敬可佩。
可歌可泣。司马懿不愧是个英雄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，急如朝露，去路苦多。先帝啊，臣司马懿这就来与你相会了。父亲，大都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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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烈火飞舟。